推动当年生产的百万人吨的垃圾，现在高雄暂时无爱推销，也就促成推动垃圾掩埋场的垃圾对多场使用的。未来减少塑胶类的垃圾，推动县政府宣布对三面厨余实施，民众提出爱用透明的垃圾袋的，安尼清洁人员较好去检查，咁要做好垃圾分类。另外呢，对青年厨余弃尸会加强协查收拾点，禁止店家提供用一摆就剥脱的免洗餐具。家庭朋友业前途金属巧合，现在推动一年8,800吨的家务垃圾度，有10%是塑胶类的垃圾。故所同县政府提出了新的金属计划，此青年厨余弃尸会严格稽查收拾点，准备个提供实体做平替的餐具。另外，县政府也会配合重用政策，先到此固定型气息，扩大经营范围。到经营时，包括了药店、饮料店一条其他类的店家，都做唔得主动提供装东西用的油纸篓嘅。如果我们还继续提供这个免洗餐具的话，一样有依照费清法，我们会开罚1,200元到6,000元的罚款。方便客人选择啦，所以有免洗筷，然后也有。重复使用的餐具这样，但是客人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免洗筷嘛。对，桃园县政府也宣布，这三面厨余弃尸，民众接触了用透明的垃圾袋，方便清洁炊烟来看，垃圾系没有照规定分类。不过，其他铁线的清洁炊烟，适当无奈何会讲，就算有民众直接的贴个污染性的 QA 灯管，也当见唔得。那个灯管不是不能丢进去吗？灯管啊！哦，如果不拉丢，他们又会骂你啊！对啊，这是我们不好做人啊！桃园政府强调，不能向外扩台，全面禁止店家唔是前提供油纸篓嘅。不过，考下到老中央嘅法规 report， 也请做咧建线图，尽量减少提供油纸篓嘅。下个新闻，陈启明台东报道。